谢谢，没事。真的没事吗？没事，我只是在想刚刚的对白。杨律师，麻烦你了。不会的，应该的，应该的，应该什么？应该离婚。结了婚应该要离婚的吗？多滑稽！应该的。人家只是随口说说，你不要想太多。是啊，还好他没有顺口说出。应该的，董事长，为你办理离婚，是我的荣幸。那我该回答他什么呢？不客气。希望下次不会再麻烦。下次，会有下次。我走了。亮亮，抱一下好吗？我拜托你。一个拥抱就可以了。对不起。对不起，世元。对不起，亮亮。他说错了，不是应该的，我们不应该要离婚的。我那么爱你，我是你的第一个男人，你怎么可能会忘了我？你怎么可能忘了我，亮亮？亮亮，怎么可能会忘了？你不应该忘了我的。吴正宝，你忘了自己怀孕了吗？还用跑？万一一个不留神发生意外怎么办？你连孩子都不顾了，怎么这么大意呢？可以好好的走，为什么要跑呢？你在关心我跟孩子吗？不然我在关心谁？玻璃门吗？怕你把玻璃门撞破？我真的不了解你。你可以很冷酷，羞辱我跟我的孩子，也可以好像真的很关心我。什么叫好像？我本来就关心。
是吗？你自己开车来的吗？对。我找个人开车送你回台北。不用了，我要去接妈。这个路段桥有人超速飙车，很危险，你还是不要自己开。我找个人送你去，你的车晚上我帮你开回去。子璇，你为什么突然变了？我没有变，只是你一直对我存有误解罢了。我承认，我很情绪化。当我愤怒的时候，可能会过于激动，过于失控。不过就像你说的，我跟小米一样，都是孩子的舅舅。今天不管孩子的父亲是谁，母舅的身份是永远不会变的。上次我会那么生气，纯粹是气你太自私了，没有考虑到孩子的身份和生存的问题。现在你既然跟世元取得默契了，那最好，我还有什么好气的呢？他并不是真的接纳我的孩子，只是因为他知道孩子还姓赵，名义上还是赵家的孙子，他还是可以跟赵家有关系。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呢？啊？哎，你这样是不对的。咱们的店马上就要开幕了，日子还是你挑的，你在黄历上挑的日子不是吗？怎么这会儿又说不做了呢？啊？哎，你看着我，你看着我嘛。哎，老太太，你这样做不对哦。你这样很逊的，这样是临阵逃脱，你知道吧？谁说我要逃了？谁说我又要逃了？嗯，你总算是开口了。好好好好，你说你说啊，你慢慢告诉我，有什么事让你心里面犯别扭了啊？说出来我们可以解决嘛，哪有说还没开始就不做的？那天我陪你回家，子全不说了吗？你要真听话，就应该离开你，让你回赵家。哎呦，王子全的话你也能当回事儿？你也听啊？哦，你以为你不跟我一起开店，我就会乖乖回去？你想想看，那样的一个家，我会回去吗？现在更好了，再加上一个王子全三不五时的在里头搅和，我看到我就有气，我还回去呢。是吗？是吗？所以我说嘛，我听他的话，离开你，你就会回赵家，那子全就会回到我身边，以后你也就不会再在你家看到他了吗？那是天方夜谭，别傻了，严秋。我现在在王子全眼里啊，是毫无身价。他会这么说，完全是为了在蔡秀女面前邀功，讨好他的。你还真以为他现在会少跟赵家接触？不可能的，他现在紧紧扒住赵家的人都来不及呢。当然了，那得是个有钱的赵家人才行，像我这种穷老头虽然也姓赵，他一样不会理我。那怎么办嘛？你又不肯回家，那世云跟亮亮又……每次看世元来店里，我都好自责，是我们亮亮对不起他呀。不要自责啊，严秋，我说过是世元不对在先的，再说他们现在还并没有离婚嘛。不是，那是迟早的事吧。现在还没有离婚，那就表示他们之间还有情谊存在呀。那你看亮亮的肚子也大起来了，他们也没签字啊，那就表示这件事还有一个转圜的余地呢，是吧？那好，那好，世云是个厚道的孩子，他会原谅亮亮的。亮亮才要原谅世云呢。最好他们能够彼此原谅吧，平平安安把孩子生下来。如果
如果世媛不喜欢，觉得尴尬，把孩子生下来以后带回汪家我来养。嗯，我们俩一起养，一起照顾这个孩子，好不好？没事儿啊，别想了。